你只不过是去冤去拍了刘乐熙的查某囡仔，利用伊来让老邓去联系伊，你才有知影倒来对付建中。大兄，这根本就两回事嘛，无人相信那是两回事啦。你想要霸占世界饭店，就要对付建中；而且嘛爱做事，我倒来世界饭店来插手世界饭店代志。啊，这摆有伊的老邓伫个，嘛拄仔好用来替你来对付我，敢不是？我无叫恁两爿对付你啊！ 也唔过伊甲桂聪敏踮要联合饭店咧搞创搞，这是实事实是吧？刘宝强对伊来讲呢，就是真好的拍手，会用互你一摆对付两个人，就是看较紧张，对吧？大兄，你连他饭店经营状况根本就无了解，更加无可能我叫恁两爿做啥物代志嘛？兼不过我还要提醒你，桂聪敏这人真阴险。 你该做伙开饭店，你也得不顺利。啊，若无死搞吃亏，人一定是你。我还是不是你？当初若不是你败家，就连遐饭店股份无条件让你出去，店员干会去用桂聪美拿掉的。无讲有需要店要大把做到这样辛苦。问唔对，这件事确实是我唔对。 为了要表示我上大无欠，哎呀，你咧台北的卖饭店，若有啥物代志需要我斗相共的，你讲一句，我一定挺你到底。挺<笑>我到底，哦，啊，坚定是你江北高尾兄弟啊嘞，你拢有在了，将伊为家族的为你甲救落来。啊，那我嘞，我只不过是为外国跑得来囡仔嘞，你会挺我到底？ 拜托个，莫甲我害就好了。你甲嘉玲，讲要出去散步，咱走去因家。啊，七中，我拄仔伫遮拄着你妈，甲嘉玲，甲因请你去坐一下啦。是啦，阿姨知影妈身体无好，所以炖一仔鸡汤要妈补一下。 妈就想讲，若是无食者歹势啊！妈，你哪会这样讲啦？即马阿贤是正手对付我，倒手咧对付建中呢。阮兄弟叫伊母甲安尼凄惨落白，因老母才煮一碗鸡汤要互你塞起来吹，你敢食会落？志忠，我伫鸡汤互你骂食，是为着甲伊补冤气，无别意思啊。阿贤嘛希望恁三个兄弟会当甘心拍拼红家的事业。 你是红家的顶主，应该有这度量，化解过去的恩怨，敢不是呢？是啊，虽然过去你甲阿贤有真侪误会，啊，不过即摆事实证明，有真侪代志拢是明明了出来。阿贤为了咱家的事业，伊嘛受了真侪委屈啦。啊，阿丽咧，你认为阿贤取走世界饭店当初的位置，有啥唔对无？ 我，你莫为了妈好不？为难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妈认为阿贤无啥物唔对。妈为了要解决明明惹出来代志，伊即马真需要阿贤来斗相共的。拄则伫咧内面，伊阁拜托阿姨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替明明保住总经理的位置。你即马甲阿贤冤家，安尼毋是你为难妈？嘉玲啊，莫阁再讲啊！大爷。 大爷真正有得这个敬畏人，也真歹做人。你明仔过后嘛，我拢袂要紧。要唔请你莫为难大勇。阮大伯代志，明日来插嘴。妈，我拜托你莫阁讲好无？你来去甲拜托的，等于是咧请鬼拆伊耳朵，因也是共款咧对付来，一直甲伊完全霸占世界为难为止。妈。 我绝对袂饲你，本身现伊是我的小弟，你也莫踮在遮听伊后白讲。若无就无彩，我就来家己关心。志强，世界分量代志都超袂好啊！
即马哦，甲过聪明纠纷嘛怪定咱家来，刚刚连季中嘛失去判断能力啦。明明做总经理，啊大做是做财务副总的，除了建中，我真是唔知道要做啥。该安插的，我拢尽全力在做，啊若阁不满，我也无法度啊。乐乐爸爸有10%扣款，啊唔过吼，以反客为主，确实无合理。我知影吼，你也伫中央是歹做人，你是惊这是你未来的丈人，啊唔过。妈，我了解你心意啦。就算国家为难，我也袂让你伫大爷面头前歹做人。家和万事兴，这是恁爸爸传。妈，就因为爸一句话，注定咱替大鹏吼做牛做要死啦。昨天出去佚佗翕相，咱真正有熟识哦。咱唔有熟识，而且咱是真好姊妹。医生，恁爸爸就参照我的再生父母同款。我亲生老爸外地我，我幼辈又搁去养我，得救阿爸。你讲阿爸是啥物人？我讲的阿爸就是恁爸爸宋振昌。当时因为恁爸爸照顾，我真有可能高中毕业就去工厂做土工。伊那才陪我读书，佮将我当作亲生查某囝共款，佮着要报答伊，是要甲伊着。你敢知影？阿伯关心，我袂活转来见伊最后一面，就是我一世人。上大的遗憾，医生，你知影无？我一晚才想阿伯，我就想要跟伊面对面，甲伊讲我一晚的心情。我就想要当面甲伊说一声多谢。你莫哭啦，你莫哭吼，你莫哭莫哭。你就想爸爸的哦，我嘛就想爸爸的。听讲，阮爸爸伫个天顶，啊，阮小妹嘛同款伫个天顶。对啦，你敢有识识洪婉？我识识伊，也毋过伊无办法。我高中毕业时阵，伊才读小学呢，根本都袂认得我是啥个。哎，毋过伊即摆已经大汉啦，是做小领导的。我甲你讲，伊人足好个哦。我知影，但是。
应该好好替你照顾这个小弟。依明姐，阿弟人生得就是的，你的声音也很好听的。你的声音也很好听。你还记得吗？大哥大的时候，我们同一家人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两个播音室来的，我带你两个。大家若是到中午，我们就在播音室来的，读报纸，播音的。你还记得吗？播音室。嗯，那是安尼。你会记得，咱拢甲拳头凹凹底，甲拳穿甲底底底，逐工拢走去校园内底互教官聊。你会记得无？是，拉紧，去打打好去，打打好去，我相信超级干。弟弟也在我老兄家。不是，弟弟给俺加油，快快来看。总算回来啊！啊哈！哎，艾米啊，你的手机也未通，找你规个波啊！你是走去倒哈？嗯？什么代志？安怎？阿面悠悠有心事？我去看我姐姊妹阿婆，知影今摆日子过了无好，看到叶周武遐尔悲惨，我就欢喜袂起来。因找环境无啥好，若需要一份工课，我会用斗相共。钱袂用解决所有问题，伊无需要这款法斗相共。不对啦，我是看你无欢喜，想要替你分担忧愁，无别个意思。阿姐，是我讲话伤激动啊。袂要紧啦。我想，你甲迄个朋友交情一定真好吼。是啊，阮的感情比亲姊妹还搁较好。就伫我去美国迄段时间，伊遭遇到人生上大困难，伊爸爸过世，搁嫁唔着人，去丢到一个现代城市，甲因到财产拢骗了。好好一个家庭，就迄个情媳妇甲农家煞摕。遐尼可怜哦，啊伊即马靠啥伫过日子啊？家仔也阁有一寡积蓄啦，这边沦落去街仔路做乞食。唉，你薄情咯，心肝遮尼弱，连家己某的钱。都敢骗！啊！但这就怪啦，一定报应。就算讲这世人伊脱离过，我相信阎罗王绝对会放伊上。你讲对无？聪明，你是安怎啦？赖戆神啊，戆神啊！刚刚你嘛是迄种无回无报晒的现代城市妹。哪有可能？唉，我生做缘投无对啦，啊，不过我交女朋友真有原则，
绝对袂少想要娶一个宝，要减奋到30年。我过聪明，唔是迄种食软饭的查甫人。也毋过，我会记得你的前妻因厝的嘛真有钱，敢毋是？迄是伊留我的。当初我有另外一个女朋友，交往几多年啊。伫我入去环球上班了后，伊硬要跟我做伙，最后竟然用跳楼来逼我，我不得已唔就。我卖阁讲啊，聪明，你若愈讲，我就感觉我的朋友愈可怜。是安怎？伊无迄个福气，去拄到参像你这么好的好男人。世间的好男人，强要绝种啊！迄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较接近我的个性，像是咧单色米啦吼，我上看袂起迄种人啊！你讲你是柳下惠？啊，你想看卖？咱交往偌久啊？嗯，我敢有对你无礼貌？就是因为你做人诚恳，我唔才跟你做我的 partner 替你赚钱。你若是种吼现代城市，我啥都不爱睬你。艾米。嗯。我提投资报表来看。小蜜，听话。钱啊，可来我家。大家哦，都来替你省利息。我感觉主要投资环球，还可以当继续投资海外基金。数字确实真水，这笔钱我若想要摕回来，需要偌久的时间？你是对我袂放心吗？不是啦，我是要跟你参详。即马世界饭店的大房甲二房，伤钱财产，抢我乱七八糟。我想要借这个时机，甲洪志忠赶出联合饭店。那不是讲好啊？要先提款求，你哪个变卦？先甲饭店顾好势，我唔才有气力去顾环球的代志。趁即马清楚，洪志忠无靠山，伊钱若提袂出来，就永远无翻身。所以伊就反起反倒，无过我的提议，要甲钱丢倒等伊先。对，我也无讲无爱投资环球啊。等我甲饭店的股权全部收回来，是到要调偌济资金去投资环球，你一句话，我绝对挺你到底。你听我要从啥？我只是替你赚钱而已。我知，我嘛就感谢你的。啊，不过若无把洪志忠赶走，哎，艾米啊，我这个董事长哦，嘛做甲白脚白手，实在足痛苦的。等我把洪志忠这支干中兵扳掉，刷落来。看你要投资倒一间公司，我教你一事。钱是你的，我敢袂当讲话。Amy， 我就知影你袂为难我。嗯？租金过两天就当结吧，有新的租金结吧，咱遐的厂商应该对恁较有信心嘛。嗯，确实是安尼啦，就一天
一挂厂商开始倒来，探听咱厝内要开发什么新的布料，好亲像拢有意愿要甲咱做生意啊！哎，生意场哦都是安尼啦，咱嘛袂当怪人现实。好好把握这机会，我相信环球一定能东山再起啊！艾米，你先去无用，下班之前甲客户说交我。是。小姐啊，奶奶，宋董，我是来通知你，到处环球计划要暂停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对环球不利的消息啊？这可能是误会。无误会，原因真单纯。因为我的金主有私人的原因，所以必须要把资金暂时抽回。艾米，阮环球真需要这笔钱，资金拿几万，阮环球马上能恢复正常运作，阮绝对袂让你失望。今日当麻烦你，甲迄金主讲一下，看伊需要啥物资料，我随传落去。宋董，金主为未顾虑，我都必须要徛客户的立场替伊设想啊，你嘛免遐烦恼啊。到这个计划只是暂停，唔是促销啊！你放心啦，我相信一定环球的体质，就算讲租金万一两个月入来，你嘛赶快退过。拜谢，恭喜恭喜！我在担心你顾，不要紧啊。你顾那吃这么重啦？已经惯性啊。春大姐这阵，春也是无条是叫我呐，发现真袂安啊。我知你足烦恼的，啊，不过结婚嘛无法度解决代志。你还阁少年，先头身体顾好，总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上好是把婚改掉啦。你嘞，比我少年，咱若去做健康检查，无你个身体状况比我歹啊。阿婆，咱做伙结婚，我即马开始，咱要去结婚啊。你要为何结婚？我想要跟你结做几年朋友，在人生的路上，会当拄到一种知己真无简单，所以我爱好好珍惜。好，等讲你啊。听。先生，我跟那达。哦，喏喏，结婚就是这么简单。行。这里往北走啊。那行行，心情变袂这么物质。红啊。你敢会记咱两个熟识偌久啊？三年六个月，搁十三天，应该无记唔对啊。那是伫寒天熟识，大家拢讲你是冰山美人。不过你的笑容，我感觉真温暖啊。台北的天空总是黑暗。要看日星，其实足困难的。那是有心，总会等到云归见月一天啊！今夜起哩，咱伫阳明山看过流星啊。对吼，啊，不过，迄已经是足久以前的代志啊。迄时阵是怪可惜啊，未赴许愿，流星瞬间就过去了。
那是今仔日有留心，你想许什么愿望？当然嘛是希望环球会当赶紧渡过难关。我希望能够看到迄个以前爱笑的你、乐观的你，今仔的你学过忧郁啊。敢讲你拢袂想替家己许愿啊？你愿搞真侪愿望啊？我的愿望是过遥远啊，而且今麦甲存你伫我身躯边，只要你会当快乐，我就会当对你做伙快乐。所以对我来讲，上重要就是先解决你的困难。七六，哎，小兵，这里。热拿铁，好。哎，啊，回来处理家的事，处理安怎？一切拢真顺利吼，我真好，你放心啊。啊，唔知虾米风甲你吹落来，你甲刘茂雄两个大股东拢走来家己，我这个上大的股东，当然嘛爱都来斗一个热闹嘛。哼哼。你这阵大市民哦，比梅州马祖婆婆较歹请，没那可能无代无志，家己落来家己斗落来。小妹啊，我实在你真久啊，有啥物代志你就讲。马子就是马子呢，我讲话头，你就知影话尾。好，安尼我就唔爱讲废话啊。这是咱联合饭店资产的负债表，我已经决定要甲联合饭店四至五亿土地买起来。照即卖情形，咱的饭店阁是负债在经营。我希望你提钱出来增资，钱若提袂出来，你的股份就减少，以后就无经营权。你即卖负债情形。你还阁摕1000万出来营销，你就是想帮想帮用心计，要将联合饭店给吞去了。哎，志亮啊，兄弟啊，你哪安尼讲话哈？做生意本来就是赚钱第一，你的本钱若有够，当然会用继续经营饭店。放心啦，咱是马子呢，我会给你一个月时间去装修。不过，时间钱也提袂出来，莫讲我无带念咱朋友情分。在银行打电话来讲，有一张明明开了300万的支票，无经过财务室的审核，已经去互领去啊！查看卖啥物啊？是的啦，是我无监督好势，才发生这款代志。人若要创假无，咱嘛防不胜防。我一定尽量把这件代志查清楚。Good morning， 嘿嘿，阿爷，袂歹哦，才偌久无看啊！哦，就已经爬去你世界饭店董事长的椅仔顶啊！恭喜诶，恭喜恭喜！哎，不过说你诶，坐好，你这椅仔哦，真够狠，脚床也无够大哦，是会坐到空脚桥哦。各位聪明，这是董事长办公室，不是让你来乱拍哪凉的所在哦。哎，
我是东东联合饭店的董事长，来甲世界饭店的新董事长联络一下感情，敢袂用的？阿敏啊，不过上好咱是较歹联络的，较免冤仇哦，愈结愈深。你早就惯习啊，应该袂怪我哦。我家己坐哦。啊，对，我听讲你甲秀华放散，即马甲这位乐乐小姐伫斗阵。哦，阿贤啊，你哪到即马才想通啊？敢袂上班啊？我烟斗面啊，就是比你较早开眼，才会早你一步做董事长。过当诶，真歹势吼。我即马是上班时间，卡所以若无其他代志，请你出去。王太太，家己诶红事，拢并未互人抢去，搁有心情伫遮替人伫卖命。我可劝，赶紧转去台北。哦，若去耽误着，就准备转去吼，替新诶王太太做未来安尼。这是阮诶家内事。无需要你加步啊！我是好心的，大嫂，郭小妹啊，你若无代志哦，上好紧死出去，若无我要叫警卫哦。谁讲我无代志？嘿，我足无用的呢。我今仔日来是专工报你阿娜达好康的。哎，阿兄，你敢有兴趣跟我们联合饭店做策略联盟？咱来规划一个为台湾头算到台湾尾的行程，伫台北就住联合饭店，来嘉义就住世界饭店，人客互相交流，有钱大家赚，你看啥款？我本来就只会拍算，也不过我无可能甲精心做啥物策略联盟来降低我的级数，拍歹我的行情的。哦，无礼貌。连他饭店红纸都冇过分呢，哈！嘉玲人伫遮，你安尼讲唔是讲嘉玲的先生是精神，无礼貌，哈！嗯，你免伫遐塞人啊啦，你是你，志忠是志忠，阮无需要替你做的是着大家背书啦。听到无？你这个精神病的臭苗已经是顶杠有名声，卖个走来下杠下西下级。那无到时恐惊会互高速公路小西站遐挂遐个欧巴桑配嘴暖。我想，互人配嘴暖哦，应该是你迄个假姓林的男朋友才对嘞。交着你这好野人的千金，随甲小华踢咧边去。我烟斗面啊，搁较哪讲，嘛是有情有义。若毋是小华毋肯委屈家己。做我的细姨，我对伊绝对像对医生同款，不离不弃。乐乐，我可劝你，一定要看清楚迄个假姓林的真面目，若无死够吼，人财两失，要靠是找无人通安慰哦。配到这么久，你应该真水哒哈！来，我替你饮汽水。小查某，你两下甲卡着，我保证给你用钢出去哦。还是乐乐做在掉，对付长久贵虫病迄款大明星。恁哦，就是甲真心当作人，伊毋才遐嚣摆。董事长，无恁大大讲，我先来无用。好。对啦，快些，阿你叫你真心面惨咯。既然是真心无恁心，我就袂甲伊计较啊。就为你带来遐人客，我安算，甲算为谢明明遐去，替上合照，啊，反正这点我了解，不要紧。还佫有啦，我想讲，
要向我妈讲咱的婚事，你准备好？哎呦，气嘴！那就答应你的结婚啦。是啊，阿伯是希望阮会当先定啦。安尼先订婚啦。妈话等一天哦，已经真久啊，总算让我等到啊。咱是饭店的代志哦，还阁喊你阿侪等我来处理，看我做想要甲咱两早结婚。你看，明日就是好日子呢，归去明日就去提亲，好。后个月今日嘛是好日，迄天恁就订婚。好啦好啦，你决定着吼。假使恁爸爸伫个吼，一定是伊去提亲。其实我足希望哦，恁大爷会当出面，因为伊比我较有分量啊。阿哥，今晚咱两个闹个安尼。妈，在我心目中，上有分量的人就是你。提亲当然要你出面啊，嗯。艺术啦，真哩客气。这是礼数，应该的。老当叔，我听讲你已经答应乐乐甲阿贤的婚事啊，我真欢喜呢，会当娶到乐乐哦，实在是阿贤的福气。我相信乐乐的阿公，阿贤，你总算给乐乐一个交代。爸，你哪安尼讲？干阿就惊我嫁袂出去啊！拢是我唔好啦，之前我开头壳想的拢是饭店的代志，才阿爸你遐尔着急。是啦，阿兄较无头神，何乐乐当遐尼久，实在是歹势呢。所以哦，阮希望较紧订婚。关系日子，老当叔敢有啥物意见呢？这我无意见，互恁决定就好。上重要。是乐乐爱嫁了会幸福，阿伯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珍惜乐乐，让伊有一个温暖的家庭。哈哈，安尼我就放心了。我跟阿乐乐一个宝贝查某囝，你一定爱好好疼惜乐乐。我已经拢替你打算好，等恁结婚了，做伙经营世界饭店。阿伯，你的意思是，干那我跟乐乐两个？哪里见谅你呢？我当然无希望恁做事了，好人白卡白手。要不我无可能放见谅因唔管。阿伯，希望你会当体谅，毕竟世界饭店是俺家的家族事业。从起码我是希望会当甲饭店家用我见谅。这，我支持细汉的决定。俺见谅是唔是有材料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老董事长级别不过，干公，你嘛要对做伙糊涂。爸，咱今日心情真好呢，你敢会用莫阁讲公事啊？我，老董事，我知影你真无闲啦，啊无订婚的代志，咱两公较找时间讨论好无？阮都无教要。我进来，顺行。阿母，我送你。喂，你讲啥？红建中三百万的债务还啊？用世界饭店机票付的。哦，我知啊。
这桂长命哦，实在有够卑鄙，你绝对袂用让步。咱真正予伊建筑成功哦，咱的公文就去予伊吃去啊。这我知啦，伊也无即马说袂全是伊的，而且伊阁是大哥，当我听要当时会根本就无赢面啦。所以咱袂用当个当时会，才甲伊商量。我即马就找伊理论。免啦，啊参照伊看人买哪可能讲啥物人情义理，免去找伊啊啦。无路用，买表看卖，这是你唯一的事业呢。 那何以假期，什么货都拢无安呢？这桂长明实在有够恶气的。阿玲啊，阿桂长明有够烂啦！伊做伙尔一个歹死掉的代志，竟然再来饭店，夭不容归。这个桂长明即摆嚣白甲，行路三脚六脚，伊就顺便要将咱店的联合饭店所有股份拢吃掉。伊是骗啥物啊？我当然骗伊傲步数啊！我挂一摆伊无将我赶走。 伊注定唔甘愿的。世界饭店的代志都翻袂完，啊！即摆联合饭店阁有危机，真正是好事无常，歹事连连。敢讲哦，咱人家，真是伫行歹运哦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治？